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所以早上就在 review 我的那个 PPT 哈。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听。当然我今天的题目是亲子一起听和说哈，但是不见得是说分别只有听跟说哈，那可能有些东西是会把它混在一起。那只是说以这样的一个专注点哈，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怎么样把这个美语好像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好，那我是文藻外语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副主任，那我在文藻也教了20多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经验，比如说我可能是担任校长的英文秘书，那我现在也负责学校，比如说 USR 大学这个那个社会责任。然后当然我们中心目前也有跟那个市政府在合作，就是为了学就是高雄市这种双语教育，所以这些经验那也就促成我在这次的演讲里面试着把一些东西融入在一起。好，那我今天主要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讲哈。第一个我会再简短一下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验，那我今天的角色就不是说只是在大学教书的一个老师，我也会从比如说我身为一个父母，我怎么样跟我的小孩合作一起来学哈，共学。那再来就是说我可能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在英语学习当中的时候你可能要怎么样学哈，用哪些方式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语言技巧是我们应该去注意。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就是说我们在讲到发音上，因为是说嘛哈，所以发音上跟这个我们通常觉得字跟音的一个结合要怎么样去注意，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些把它做成像一些活动，那可以在家庭当中爸爸妈妈跟小孩子一起玩的哈，这样子才会学得更透彻一点。那当然这些活动里面我们主要就是以一个在学习美语里面，特别是小朋友中间哈，他们上课最常讲的比如说颜色啦哈，或者是数字这方面，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可以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下去思考一下的。那最后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也会留下一些时间就是让大家提问。那当然我在中间为了让大家参与力比较够，所以我也准备一些小礼物那当然我自己有出了一本教科书，是跟其他老师合作的哈，但也许对小朋友来讲目前还蛮深的，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书所以我就是把这书带给大家，然后如果说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来使用也很好，那如果说你觉得你有朋友他也可以做更好的利用，那也欢迎你就是拿到书之后可以转给你的好朋友好，那我先自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所以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那我当然本身从以前是在文藻毕业，然后念在国内念研究所最后当老师，所以我的学习经验是蛮多的当然就觉得说学校很多的东西我们不是在一个外语的环境下，那我怎么样来学，那不过重点还是说我虽然是老师，但是对我的小孩子来讲，身为英文老师的小孩很辛苦，因为人家都认为说你英文好你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没有理所当然。那当然我也很希望我的小孩可以英文学得很好，所以他在小小的时候我就说好吧，你去念那个幼稚园，我就把他送到那个双语班，那他也的确学得还不错，因为真的是玩乐当中学习得很好。但是呢我跟他讲说我是英文老师，他不懂什么叫英文老师，他认为学校的那个才是英文老师所以有时候我在家里跟他玩的时候他还会纠正我，他说妈妈你那个发音错了，因为他的名字叫 Victoria， 他说不对哦，老师念这 Victoria， 还纠正我的发音，然后我只能默默不吭声没关系有的时候老师有他的专业先交给老师，那我们就用别的方法让他多听那也许以后他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好，那当然在学校就是在幼稚园的时候他们还有外师，那台湾的外师有时候也是蛮伤脑筋的就是说可能是真的 native speaker 不错的，但是有一些是有外国人的长相，可是你不知道他的背景，
他可能是从东欧国家来的，可能是南非过来的，他的英文不见得是那么好，那我们有时候家长在这一方面也无从判断啊。不过我觉得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玩一下吧，那我们还是可以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啊去提供他一些更好的资源。好，那再来讲的就是说就我小朋友的部分，他的过程当中当然小在幼稚园学得蛮开心，可是进入到小学他就觉得不好玩，因为小学开始进入到正规教他就觉得不好玩，所以他有一阵子很排斥学英文，那即使说我催他英语赶快学他都不要，所以到了他到小学之后我也没有带他送他去什么什么双语的补习班啊什么的，他就只有念小学那个少少的几堂课，大家安心班有时候会稍微辅导一下，但是也就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整个学英文的过程中他并不是一直很顺利，好，所以就是在他的状况下，那当然他对他的同学哈去那个双语班的哈，他就觉得有时候看同学可以讲得很好，他也很羡慕，好，但是因为他念小就说他现在是大四了，因为所以也蛮久以前的，那他在念幼稚园的时候哈那时候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很多比如说大学的教授在推哦我们要双语教育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的同事当中也有很多是这样子，他觉得说哦我要提供小孩子这种双语的环境，所以在家里跟小朋友讲英文，那可是呢小朋友真的是好辛苦哦，在学校要讲英文，补习班要讲英文，而且有些补习班很严格哈，你讲国语讲其他语言就罚钱，或者要戴上一个什么猪鼻子啦，还是什么东西哈，惩罚啊！所以小朋友真的是回到家里面，看到父母又在跟他讲英文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心都掉下来了哈。所以我有同事哈，真的是回家跟小朋友讲英文的时候，那个小朋友最后受不了，他说：“妈妈，可不可以在家里不要讲英文？”好，所以我是觉得亲子关系还是很重要。好，那不要因为学英文然后就破坏好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好，所以这是我先讲一下这个学习跟教学，有时候也许我们的用意很好，但是还是考虑一下小朋友那个心情哈。然后再来我要讲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学外语哈，很多英文，但是是不是只有英文这一条路？好，那我在文藻外语大学其实我也会看到我们的学生里面刚开始也搞不清楚，哎，西班牙文是怎么样，德文是怎么样，法文是怎么样，他就可能填志愿就填了啊，然后就念了。那会看到真的也有很多的学生，他可能念了，比如说念五专，念了五年的德文，啊，念得不好，然后他也觉得德文好像毕业之后他也不会用得到，啊，所以到最后他可能真的就是放弃了，然后他改学另外一个外语。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人，我们是有学外语的能力，那你也不见得是说哦，英文学不好你其他语言就不能就学不好，没有绝对的关系，那也不是我们只能学英文，好，所以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可能要放轻松点。那特别是以台湾的情况来讲，好像我们学校最近也是在台湾几个大学也是，我们对外已经不再只限定英文，那在早期好像文藻的话，我们所谓的外语是欧洲语系的哈，法德西，然后后来当然日文进来了，但后来呢我们看到又开始开韩国哈韩文课，那现在东南亚语，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开放的胸襟去接受所谓的外语是什么。那有时候我们在学了英文是我们的第一个外语之外，你掌握了一些技巧一些学习能力，其实这些能力是可以运用在你学其他外语。那以我自己来讲，当然我学德文学了很久，但是后来就忘记了哈。然后英文是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呢等到我在大学插大的时候去学西班牙文，哎，我觉得哎好玩了，很多单词很类似哈，因为比较属于欧洲语言，哎，我就学得还不错，然后有些文法概念，哎，我一方面借用英文的，我一方面借用德文的，哎，我去学西班牙也还蛮好用的。所以等你学到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甚至第四个语言，你会把所有前面的经验呢，其实融入下去，然后呢，对你下一个语言的学习，你的掌握能力会更高，你也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学习。
好，所以这是我要先提醒大家。有些家长可能会说，哎，你学那个越南语好像没有用啊，或者什么，其实不会啦。我真觉得多一个语言能力哈，对未来的发展，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就用得上哈。像我有同学哈，因为是念外语的关系，比如说他之前在文藻是念西班牙文，结果好巧不巧，等到他做事之后，他认识了一个外国男朋友，男朋友是德国人，所以他西班牙全部放弃，德文重新开始。所以这个人生变化其实也很难说啦。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边会看到多语能力的发展好像是不错，那也的确是如此。我们在台湾现在都是在讲说你要学英文学英文学英文。那我刚讲到我女儿所以我们因为是我先生工作的关系我们到中东地区。那所以我女儿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国际学校。可是他在小学五年级，那我说过他又不是很好，所以他连那个 ABCD 那个 B 跟 D 有时候还搞不太清楚，他从来也没写过整句话。等到他去念外国就是这个国际学校，他很辛苦，因为那个 gap 还蛮大，整个落差很大但是也没办法，他不去的话他只好一个人留在台湾，他只好我们就只好把他带过去。好，但是他在那个国际学校当然有他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是一个家长，好，那我也在旁边去观察我女儿的一个外语学习，那所以就会发现到，其实我女儿她有些策略，好，那我就从她身边去观察，然后你会看到她的学习方式是什么，那所以今天也会从她的一个经验，去跟大家做分享，但是呢，我同时也会看到在比如说欧洲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所谓的国际学校，因为他们所谓的国际学校并不是英语学校，因为他的学生可能来自世界八方比如说以他那个学校来讲，国籍总共有29个国籍所以他全班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会讲中文的，全校也找不到可能找不到，大概顶多一个两个，所以你看碰不到了，他势必要用英文沟通。那在那个国际学校里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他们的小朋友从小学开始在教室里面是用英语沟通，但是他们还有复修还有一些选修课，然后会选法文啦、西班牙文啦甚至如果人数够多，他可能还会开日文也就是说希望那些小朋友他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他的母语不要忘记，但是呢他也不只限定你去学你的母语，他也会开放，比如说其他国籍的小朋友，他同样可以学日文，他同样可以学西班牙文。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面对全世界的一个竞争，你会看到欧洲国家或者美国不算哈，美国他们比较算是单语的哈。那欧洲国家小朋友，因为他邻近国家非常的多，所以你会看到小朋友会双语、三语或者甚至4个语言，他们走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虽然算是一个单语国家，但是英文并不是唯一的外语。那实际上，我们可能如果要跟上世界潮流，你可能会试着需要去多接触不同的语言。好，所以这是在多语方面它的一个发展。好，那限制是什么？好，那我们在中东在卡达，它算是以英文作为沟通的一个。主要的沟通语言，因为在卡达，他本地人占四分之一，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是外国人，我们在那边就是所谓的外国人。那这些外国人当然一定是用英文沟通，然后他为了让他的学校国民国际化，所以他的公立学校也跟我们现在做的开始一样，他都要用英文，要用双语去教学。那当然他们本身是说阿拉伯文没有问题但是呢遇到英语这一块他要用英文去教学，那我们在报纸上很多的报道啊，还有实际上小朋友所呈现出来的状况，又发现有一个情况如果你用英文去教数学，肯定你的数学程度不会太好这是一定的或者说你用英文去教化学，肯定你的化学能力也不会太好，因为你透过另外一个语言势必会把你原来知识这一方面要降低所以我女儿在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他英文不懂，可是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哦，美国台湾小朋友数学都棒得不得了，所以他在那边哦真的是数学一级棒的，可是他看不懂题目。那老师也不能说，哎呦，你这个学生哈，哎，看不懂题目就给你零分，不行。所以老师有作弊的方法，他就说好，哎，我下礼拜要考试哈，那这个题目你先看懂一下。比如说题目可能说，哦，小明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妈妈给他50块钱，然后要他买30块钱的青菜，请问小明还剩下多少？好，比如说这个题目是这样，用英文写，可是我女儿一定看不懂。那如果算是出来，他自己眼睛一看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在考试当天你会看到，哎，我女儿哈，因为事先题目懂了，所以他就很快算。好，旁边老师可能还有一个算式，啊，所以他就一下子就写完了。然后同班的小朋友呢，比如说西方人有些数学真的不叫我们台湾教育的这么好，他就算得很慢，所以每个小朋友都会说，他已经写到第10题了，可能这边第2题还没写完。所以说刚开始我女儿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她那个挫折感很高，那完全是因为英文的关系。可是呢，她就从她的能力当中比较突出的拾回她的信心，所以她就开始对英文，哎，有兴趣了。然后有些题目她也愿意去看。好，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话又说回来哈，那个限制是什么？就是说，不要低估我们的母语能力啊。其实我们的母语能力是我们可以掌握很多知识的，掌握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那今天呢，我们怎么样去结合，利用外语哈去接触其他的东西哈，外界也许更先进的知识，但是很多的基础其实还是在我们的母语哈里面。对不起，老师按错。好，那现在我就进入到好，我们学英文里面啊，那需要注意一些哪些东西哈？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些语言学习的概述，但是可能对小朋友来讲会有点枯燥哈。不过我还是会尽量简单的带过。好，那这张照片是我在今年1月底和过年之后啊，我带我女儿出去玩。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流行讲啦，可以为出国啦，可以为留学啊。但是那张是真的是刚好有机会出国，后来就没有了，刚好是疫情的关系。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把这趟旅程哈重新再回顾一下，到底哈我们未出国或者假装去游学，目的是在干什么？出国当然是放松嘛，所以没有问题。但是出国在国外放松跟在国内放松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是每次都会省钱哈，然后好好的国外疯一下。所以在国外沿途当中哈，我们一直在说，哎，你看这个，你看那个，好，所以我们俩会玩得很开心。那爸爸应该要工作上面去。好，那游学呢？当然我女儿也有参加过游学，除了在国外念了2年之外，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过是国二，就刚要念国二。所以学校也说，哎，你们要参加游学团啊，就被好朋友好拉着，好吧，我们就去一趟。然后就去美国，其实也不过是顶多是1个月的时间。好，那回来有效吗？其实没有多大效用，哎。好，所以游学其实让他是去体验的哈，也许是刺激他的一些动机哈。那如果说真的是要学习英文的话，那个时间是不够的哈。那以我女儿的状况来讲，她去卡达第一年她几乎是哑巴，因为她的语言能力不够，特别是前半年每天回来都很不开心。所以小朋友如果你放她到国外去学习，可能爸爸妈妈有点心理准备哦，这个对小孩子心理的冲击是很大。我们是等于说还在当地陪她，那如果像早年那些小留学生哈，他必须要独自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应付很多很多的状况，跟同学相处，老师的作业，老师的一些功课，所以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个情况。那话又说回来，当然有些父母期望很高，那你希望从2个月的游学小朋友就会英文很好吗？可能不见得，所以这个还是要大家去想一下。但是其实真正的学习还要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去应用哈。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在台湾的情境下
你就可以货真价实的学英文。那其实学英文也好，或者是出国也好，我们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借由这个语言，你去认识不同的文化。如果这个语言它只是一个课本上的语言，你们认识那种使用的语言的文化或那些人的话，那这个语言其实是死的哈。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出国是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让你去学习，改变一下你平常的学习，因为可能平常你都是坐在教室听老师讲啊，做练习啊，考试，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给你一些眼睛上的刺激，耳朵上的刺激，然后让你去思考一下我可以换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学。好，当然出国嘛，或者是游学也好，那可能你是不是可以跟家人的互动改变一下下，那也许可以家人一起来学，然后就不会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妈妈在家里不要讲英文了，那也许有的时候你可以给小朋友一些任务。那所以说这里面怎么样提高一些学习的动力，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陆陆续续跑到你给一些例子给你看一下。好，那当然最后就希望说学习不是只有在外面的那一段期间，而是它能够延续下去，那语言才会有它的一个成效。好，所以就是我想这边先跟大家想一想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那好，在这样的状况下父母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所以当然可能有人说那老师教小孩到底轻松啦，我又不懂那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讲，我刚刚说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在这边分享的不是单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而是从几个层面来看哈。所以第一个，你要不要当英文老师？好，当然我可以当英文老师，可能也许我先生不太适合当英文老师，因为他的发音也不好，他的文法理解的怎样，可是呢他也许能够有一些作用哈。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当英文老师哈。然后那可不可以当家教所以像我在国外那段期间，我没有办法当英文老师，因为我不知道他在上课的状况，和他的学校根本不让你老师进去，然后也不需要家长干预太多所以在国外有一些他们的概念是你就交给专业的老师去负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可以建立这样的概念因为我目前在文藻，那我们文藻也在跟很多的台湾的小学和高雄市几个小学合作，那些老师呢就是把英文跟他的生活课程结合，我们去看几位老师的教学去观课，然后真的很震撼，因为他们教的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在台湾真的是有很不错的英文老师那我觉得他教小朋友比我教小朋友来得更好，那所以说我不妨就退一步，我不要扮演那么多的时候是当英文老师，但是也许我可以当家教，比如说我的女儿功课不懂了，回来我帮她注意一下，那或者说我在旁边的时候我当小老师盯她功课做完了没有啦，或者说我可能去跟她的英文老师联络一下下哈，那看看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参考帮助她学习。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你也可以当他的学习伙伴比如说今天老师教了一个什么东西，那可不可以我跟我的小朋友一起坐下来，我一起来学所以我觉得很多父母的角色不是永远那么高高在上，你可以跟他平起平坐，那甚至于你要不要翻转一下角色。那什么叫翻转一下角色那在这块饼子我随便乱弄的哈，但是你就可能说英文老师占一小部分，家教占一块，那当他的学习伙伴占一块，那甚至于我当我儿子的学生或者我当我女儿的学生可不可以，就说让小朋友来教你，让小朋友来告诉你他学到什么，也就是说用这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希望小朋友也有些动机愿意去讲，愿意去分享。好，那当然我们身为父母还是有时候要脱离出来看看，那我们不管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所以第一个先了解你小孩子的学习优势是什么那我们就因材施教，我们传统的观念其实并没有错就说你要注意到小朋友是听觉型的还是视觉型的，
所以小朋友大概在比较年纪轻的时候，听觉跟视觉对他们讲很重要，特别是在还没有任何的文字的时候，听觉是很重要。所以像在幼稚园的小朋友你会看到老师会不断重复那小朋友也会听，然后听多了，其实你会听到小朋友的发音他也会跟着转换，因为他听到什么他就会学那个声音。所以像我女儿在小学应该是说幼稚园的时候，他的老师好像那个幼稚园还不错，请了一个美国人当老师，所以我女儿那个发音比我好听，比较像 native speaker 就是那个母语人士，而我毕竟还是有点台湾腔这种台式英文，所以她听多了那会影响到她的发音。那我们在学校也是一样我们每年进来的文藻的大一新生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个发音真的是跟美国人一样，跟英国人一样。我们老师在台上都会有点紧张，但是也有学生会抱怨某某老师好像发音不是很好当然发音不是绝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借由语言去传授知识但是呢，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小朋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学习。那有些小朋友他是视觉型的，那我们就可能去利用这个方式去引导他去注意一些东西那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是比较迷糊型的，他只注重大的。那有些小朋友他有可能只是注重细节，但是看不到大的。那在学习语言的话，可能这两块尽量让他平衡一点。好，那当然在第二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只要诱导小朋友一些学习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当我们的素材这是我的定义，这个叫做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东西路上看到的我都可以拿来怎么样机会教育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让小朋友学到想要掉泪会哭，那个就失去效果了，那也不要让他太累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些小小的例子看看这样的方式会不会让小朋友多一点点的学习，然后又不是增加他的负担。好，那当然就是说当然我们很多小朋友目前还很小，那可能家长会觉得说不行哦，你不可以玩手机，你不可以玩平板但是如果你小朋友已经大到他可以控制，那我觉得这时候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资讯，那你主要是注意到他采用哪些东西所以比如说像我女儿她就很喜欢看某个 YouTube 频道那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那个 YouTube 频道有什么好处，就是两个年轻人在那边胡说八道吗然后当然那个频道是英文的，那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频道到底在干什么其实他就讲年轻人喜欢那种很生活化的东西，那我女儿喜欢到什么程度，她同样那个影片她可以看20遍就她喜欢她就一直看那20遍之后，我跟你讲那里面那两个人讲什么她就可以背出来她就很自然就讲出来了，所以这是她的一个学习方式那当然我可能会有我的频道，那所以说呢，有时候我觉得好玩的我就会分享给他，那觉得好玩的就分享给我。那其实我觉得也不要排斥所谓的 YouTube 因为我的学生也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那我会看到比如说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谁是阿迪，然后是从我学生阿迪，然后看到好看然后他又讲一些东西真的还不错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个团队在幕后经营。那从阿迪的这个教学里面，其实我也看到年轻人他喜欢什么，年轻人他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那当然我就会调整我怎么样利用这些东西，怎么样分享给我的学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家长也好对小朋友也好会有互相帮忙的地方那当然最后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是一生下来马上就掌握的这么好，比如说像我们都说我们是那个怎么讲这个 digital 的这种 immigration， 我们只是移民那小朋友这一代他们是数位原住民我们只是移民我们是不是生来就会，他们是从小就接触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能力是事后培养，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有所谓的大胆能力，就是说你可能有这一块专业，但是你还是有其他专业，那你可以同时进行都不影响，然后就不妨做做学伴吧。好，这是我们在父母的工作。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会比较枯燥一点，然后可能五大技巧，我想常见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大略的讲一下。好，比如说我们讲到听说读写，好，那大家在小朋友的程度方面，可能我们一般来讲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听可能长短会影响到他的理解力，速度也会，那个我们上课会讲得很慢很慢，但是遇到比较高阶的听收音机，那个很快，你一定听不懂，但是那个不会是说一步就到位。好，那另外口音也是很重要的影响，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多半会是每次口音或者英式发音少一点点，但是你当哪一天要到全世界去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只有这两个口音，你任何的口音都要熟悉。那包括像我们现在在大学端的教科书里面一样，采用的书本我们也尽量是全球化，可能就有什么印度发音，什么其他地方的发音，那这个说实在需要时间去适应。那以我的状况来讲，我先生他对那个印度英文听力就比我好，因为他在那边工作，他必须要跟这些沟通。那我女儿因为她的同学里面有那种阿拉伯人啊，有印度人啊，哎，她还当然也有跟日本人啊，所以不同国家，哎，她也可以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就更好了哈。所以在台湾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纯正的发音，但是也不要排斥其他的口音。好，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那个东西你听了20遍，你大概听不懂，你完全听不懂，不太可能哈。那说的部分，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母音子音的发音啊，重音语调啊，这些会影响到可能我们的一些学习。好，那下礼拜当然我就会还是顺便提到读这方面，那这边先让大家知道，听说读写，我们大概会所谓的五大技巧还包括翻译嘛哈。所以会有一些问题哈，那当然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安排活动的时候，就尽量把一些问题慢慢的去除掉。好，然后再回来讲说，那是不是我们就切割哈，听我就完全心里听，说就说呢？好，所以其实，在我们很多传统的课程上，早期都是这样子，那后来就变成是说，听跟说合在一起。可能有二合一，那甚至于有些课程三合一也有，那甚至于呢四合一，听说读也读写全部在一起。那以文藻外语大学，我们在大一英文，其实不止大一，我们文藻要特别一点，大一到大三都有英文课，而且一礼拜要上至少4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里面就是听说读写，所以当你可以把听说读写整个合在一起，那就是所谓的全英语，那我们叫做浸润式的学习，也就是说你听到的就像在一个外文的环境一样。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了，那个是最后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那个之前你可以试着把两个能力结合在一起。那我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目前传统的这个英语检测大概说这一段考听力，那一段考阅读然后那一段考文法这是我们的比如说 GPT 全民英检或者是包括现在那个多益基本上都是单一的一个测验。可是这种方式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去考托福那网络托福，那当然它也是有听力单纯的部分，也有阅读单纯的部分，可是后面呢他可能会一个状况是说，好，你听完这一段请你写一篇文章，或者你听完这一段你回答，所以已经开始是结合包括在测验方面他都结合两个能力，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在运用所以我们在讲说现在的课纲开始修改不再是说我们强调 knowledge， 而是强调你的 competence， 你的能力。那什么叫做 competence， 什么叫做能力，就是你要能够用出来好，所以我们在
讲的时候，就是说在这四个能力来讲，好，当然我们说我们吸收的这个 input 就是听跟读，这是我们吸收进来的知识，然后我们会利用说跟写把这个能力运用出去，好，所以有进有出。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些能力和这个交叉运用，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弹性，那甚至于你可以有一些创意，这是我们就英文的几个层面来看，好，你怎么样去运用，好，所以这就是提供大家想一想。好，那现在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基础篇，好，那基本上会跟发音相关。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好，对小朋友来讲，也许不知道在干什么，好，但是我要先跟爸爸妈妈，我先建立起一下一个基准，那我们后面再讲，所以就会比较顺一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英文26个字母，好，其实大家我知道有分什么母音啦、子音，那母音其实就很简单了，哈，最基本的 R A E O U， 好，就这五个。那如果说你还要再多加一点点，那没有关系，就再加 A I R。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想想看，我记得我自己在小学的时候，我们上音乐课，不是英文课，老师一定刚开始啊，你们要这个什么要开嗓，好像都唱了十分钟，好无聊，很受不了。可是哪一天等你去学日文啊，老师说五十音 I U， 哎，不就是 I U 吗？所以所有的语言你会发现到，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发音，好，然后你再加上子音的时候，其实就很好运用了。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音跟字啊，从基本的开始啊，比如说你看第一个字啊，台南。好，那你会看到这个红的部分 I 跟 R， 好，就让小朋友试着去，很简单，只要着重在这里就好了，好，或者你自己着重在这里就好了。好，那第二个例子也是一样，好，比如说我在马路上可能就会看到 Toyota， 那就 O-R-Toyota 就念得出来了，好，或者 Tomato 或者 Tomato，有时候音不太准也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说你试着先把这些母音跟我们周遭能够看得到的去做一些简单的结合。好，那在最后一个例子，当然这结合有时候我说过会有一些例外，比如说我们最后看到是高雄，那可能这个 A 跟 R， 那小朋友是 RO， 那也没有关系啊，就像我们注音符号可能那个国歌乌哦乌哦也是有点像两个母音合在一起啊，那英文也是有这种情况，嗷嗷嗷嗷嗷，其实这个高那个嗷的音就出来了。好，所以你可以试着放慢速度，一点一点去建立。那这个 I 跟 U 呢， U U U， 不就是 U 的音了吗？熊，然后熊，那个熊就出来了。那在英文还有一些比较麻烦，就是英文有的时候这个字里面有些母音是不发音的，比如像 apple， 那个音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但是没有关系啦，我们就尽量让小朋友会看到那个字的时候，他会试着去发音。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我也会发现很多在台湾的小朋友也好，或者学生也好，他看到英文字的时候，他就会说：“哎，老师，这个字我不会念。”特别是很多人名，外国的人名很奇怪，我不会念，那字典上也找不到，怎么办？没办法，你就要试着依据他的拼音想办法念出来。当然，如果说那个人在场，你可以跟他请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语文本来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就像注音符号，只是把那个音拼出来哈。那同样的，人家拼出来，你要想办法把它念出来。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我是不是按的太快了。好，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怎么做啊？
当然我们就把子音放前面，把母音放后面，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字母摆在这边，它是一个顺序，但是你不要一口气弄那么多，因为我说过小朋友耐心啊，那我只是把它列在地方，好让你有空去想想，哎，我们这礼拜我们是在用 b 的音然后跟母音搭配啊，然后你可以看我们最下面这一行，比如说在 ba a e o u 嘛，就 ba be bi bo bu， 好是不是？好，然后如果你要再难一点的 ，bai 啊 ，be bai ba biu 啊，那这些字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只是让你有一个练习。好，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再回到中间那一块哈。就是因为里面我们让小朋友发音准确的时候，好，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或者从英文老师的角度，好，可以告诉学生说，哦，这里面有所谓有声子音啦，无声子音，好，比如说 b 的音跟 p 的音，其实是很接近，因为它是发音 b， 好，那问题只差于后面它有没有这个震动和声带有没有震动，然后当然我们也可能会看到这里面会有鼻音。这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音啊，不过我们就试着去做这样一个练习。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活动。好，那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小朋友学国语的时候，我想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好，比如说我们会注音符号 b 啊宝啊，所以会那个 b 啊宝宝宝宝啊，所以有的时候。学校老师也会做这样的练习，那我们只是把它换成英文的，一样嘛，好。好，那下面呢？如果说这个练习你觉得够了，那我们就换一个，把这个母音摆前面，子音摆后面，所以前面刚刚那个练习在国语练习我们已经有了，那这个部分就比较不是在国语的部分，我们看得到，所以一样的字母。那我们是把母音摆前面一点，好，比如说我们看到 A 跟 B 合在一起，那这个 B 就变成那个尾音，那这个部分对英文的发音是比较重要，因为我们会需要听到尾音，比如说 B 的音你就不能 UP， 它没有那个母音的 A 就出来，还是 UP UP A I O U A I O U，所以这个会是需要小朋友去习惯啊，有些尾音不要念得太重啊，因为在英文里面有所谓的尾音啊，是有声的或者无声的啊，这个部分。那当然如果你换成鼻音的话，也是 m m im 哦，那个嘴巴闭上啊，所以那个就会在他发音的时候会把那个收尾的部分。好，也可以练习了。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真正在英文里面，因为这个字是连在一起一长串的哈，所以如果是说头尾都有子音，我们把那个母音夹在中间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样的练习，比如说 bug ad bit bug bug 或者 book， 所以让他做一下这样的练习，因为这个对他以后看到一个单字怎样去发音，怎样结合头尾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大概就会知道，哎，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可以连在一起或者怎样跟下面一个部分可以切开念还是怎么样的。好，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哎，那我应不应该教音标那可以用注音符号还是国字？那小朋友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很多的符号，因为符号对他来讲又是另外一个负担。好，所以你还是我们就站在旁边的角度，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刚开始能够记住那个音就好。等到他比较熟悉那个发音的时候，可能他就要摆脱所谓的注音符号还是国字。好，那所以我女儿也是一样。他是小五念完出去，所以他没有学到 KK 音标，那回来的时候是国二了国一的 KK 音标也教完了，所以他完全不会 KK 音标，可是并不影响他学英文因为他在国外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哎，你这个字就给我念出来，啊，他就是看那个字母这样子念，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发音，啊，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补习班在强调所谓的自然发音，那会用一些有时候是很奇怪的方式啦，啊，好像是不太自然，啊，但是所谓国外所谓的 phonics，啊，它其实就是你看到字母就会念。当然，说中间有些音，它会因为语言的一个发展，它转换掉了，好，所以不见得是那个音永远发成那个状况。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重点是放在他看到那个字会念出来，那甚至于他可以不需要靠 KK 音标。好，那我女儿还蛮幸运的，好，那个躲过国一的 KK 音标，后来她问我，要我教，我说不用了，我说反正考试也不会考。如果说真的要考试，那也不过占了比如说五分或十分，你就放弃吧。我说你会用就好了。好，那当然好，那可能爸爸妈妈在点着，那是不是有什么网站哈，可以适合发音？那我这边就不太适合帮别的网红做广告。不过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英语发音哈，那当然你会看到台湾有很多的人哈去试的。做一些短片也还蛮好的，然后我会看到英文的部分，好，所以我就会打，比如说 pronunciation 那个英文字，那它也有很多教发音的，那甚至有些就会让大家看到那个嘴型、口型，好，那小朋友的发音就会比较清楚。好，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不是有很有信心的话，可以稍微看那些哈，基本上就放松心情。但是一定要让小朋友试着把每一个音很大声的念出来，因为我也在学校看到我们的学生越学得不好的同学他越没有自信，声音就越小，所以你要一定要让他大声的讲出来。好，那反正在家里没有关系嘛，能关起来窗户关起来啊，哎，都可以念得很好。那我还记得我们在学校里面有时候要考听力，或者我们教发音课会要学生去听然后去选答案，所以你会看到小朋友的专注力在那个时候就会 很出来，他会看你的嘴巴，比如说 M 他就知道嗯是那个嗯的音，而不是 N 嘴巴没有闭的，所以小朋友会需要注意这些。好，那这边的话我就让大家去想一想，好，比如说你跟你的小朋友怎么样来个游戏时间呢，好，比如说在外面散步，因为外面很多车子嘛，就顺便走去停车场的路上看看，哎，这个车子还不错哦，车牌号码也很好，你要不要替这个车子取一个名字哈，所以你可以随机随时随地都有这样一个状况，比如说这个车牌是 BB， 好，所以有两个母音，中间你要放哪一个母音，两个子音中间放一个，那你可以放 A 就变成 by， 然后 B 呢 B， by 还是什么，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觉得哎，这个名字可能这个车子很快哦，叫 bad 好了，或者说下面你可能是三个英文字母，那前两个中间你要插哪一个母音，那后两个中间你要不要插母音，可以插一下那个母音，试着念念看，只是好玩好玩啦。但就是说，他就会慢慢开始去分辨出来。哎，如果加上母音的时候，你怎么念？念不念得出来？好，那当然你就会看到像刚刚讲的哈，比如说你就把那个母音摆进去，可能就会有这几种状况。那当然，大部分小朋友可能也可以发得出来，只是说这字有没有意义。那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意义的，那他是不是就多学了一些？那如果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关系啊，好，就做一个练习。好，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做完之后，你还可以一些小小的延伸。好，那再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比较好玩一点点的哈。所以刚刚是只是在念发音，真的是有点无趣。好，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好，那我们怎样把这些东西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哈？那我们第一个主题是颜色。好，所以颜色的话，我看看。这边好像需要一下吗？好，没关系，我们只好先暂时这样哈。灯关起来。嗯。那
哦，不是，那个下面的字有点挡到了。好，没关系，我们先这样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小朋友学的儿童美语或者是教科书里面哈，它会教颜色。那当然颜色通常故事性嘛，比如说哦，彩虹的颜色有七个颜色。那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哦，我大概知道，可能那个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一有点。上去吧。对呀，不然我就把它看看是不是可以把它看给立一点，或者是好，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哈。所以，后面还是有点，不管了。好，所以红色、橙色、黄色，都是小朋友可以用到的哈。Red、Orange、Yellow、Green、蓝色、Blue 哈。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红、橙、黄、绿、蓝，那靛比较少见啊。Indigo， 那其实英文里面也不常用这个字。可是你今天如果从中山路开车或走路和散步，说不定你会看到，有一个 hotel 就用这个字，Indigo， 叫什么英迪哥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文名字有点忘记了，真的就是用这个名字哦，还蛮好玩的哈，就是一路走路你也可以学到英文。好，那紫色 purple， 好，那我们其实在小朋友学英文的时候，当然还会用到，比如说 brown 或者 pink。好，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用的。那当然还有就是黑白啦，或者是灰，black, white and gray。所以大概这几个颜色，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或者在补习班、美语班，大概都学过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运用？所以你想想看，比如说我们做捷运，有红线、橘线，高雄比较少一点，目前就两条。那听说黄线。在规划当中，但是希望也许哪一天像台北，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线，那当然你就可以训练小朋友，这个颜色。那当然，为什么要训练小朋友颜色？就这个颜色有什么好看的？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其实想想看，以后你到哪一个国家，可能那个捷运的路线你不知道怎么称呼，那至少它会用颜色去分类。所以这其实是在培养他的一些能力问题哈，然后或者说我们今天可能知道医院啊会有一些路线指标，就是体检走这一道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哈，那也没关系，你就沿着这一道顺便看看，有什么东西啊，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哈。那当然我们如果说讲到跟旅游相关，那还有一个会运用得到，就是说好，那你的行李，你行李什么颜色，可以讲一下。那我们就发生这种状况，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可能我的行李没跟上，然后我可能就要去柜台或者是跟航空公司讲，你要帮我找行李回来。然后对方就问，你的行李什么颜色，大概多么大？所以这个颜色，如果你描述不出来，很可能你的行李就没有办法这么快找到。所以这是我想在应用上，可能会有这些状况。那当然，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还不见得会遇到，但是我们再想想看，除了刚刚讲的那些基本的之外，那我们这边还会提到一下，在描述颜色，有的时候可能未必像我们想象的，就这几个就算了，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讲到颜色，其实它是比较金属类的，比如说金色，那你可以讲 gold， 银，银色或者铜色。这也是在我们讲比如说行李啊这一方面，或者车子颜色，你也可能会运用到这样的说法。那画画的时候，可能说我们讲到的那个 beige， 就是那个漏色那个。那这个我们讲漏色，可是英文是用另外一个字哈，所以就想说跟 meat 没有关系啊，所以有时候中文字跟英文的表达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哈。然后橄榄色 ，olive， 那真的就是讲橄榄那个。
可是橄榄，我们想象橄榄是什么颜色？应该是有点绿绿的哈，那是比较深的。那为什么有人说，哎，他喜欢去晒太阳哈，晒的橄榄色啊？难道是绿色的吗？我这好像也不太对劲哦。所以外国人讲到肤色那个橄榄色啊，它是比较暗沉一点点啊，那个长晒的那种，有点黑黑的哈，但是他们觉得是很漂亮、很健康的一个颜色。好，那再来就是香槟色啊，感觉是我们喝酒那个香槟啊，对于有时候那个颜色它是比较透亮的哈，那种啊是所谓香槟色。那这个推特别是在卖车子的时候啊，他们喜欢用这个颜色。好，然后问题是如果说讲头发，那个金头发，好，我们就不讲 gold 或者是 golden 啊，他们说那个金发的人哈 blonde 啊，所以有些虽然也是颜色。可能他用的地方会有一点点差异，好，那但最简单的话，可能是深呢、啊、还是浅呢、啊？好，那个我们通常就 dark 或者是 light， 好，那有时候也可以用 pale。那如果说这个人看起来很白，好，讲到 pale 的话，其实是讲他有点病恹恹，脸色苍白，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词跟他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好，那国外可能他们有些时候他的美术训练啊蛮丰富的，特别在欧洲啊，所以他的颜色他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在台湾搞过来就说哦，蓝色啊，深蓝、浅蓝、淡蓝，还有什么说法？好像没有太多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英文里面，你会看到哦 ，azure 啊，那个蔚蓝色啊，所以我们讲到法国那个蔚蓝海岸。啊，它是一种啊比较淡、比较明亮的颜色。那 navy blue 啊，比如说我们讲到海军他们的军服啊，那是比较深的颜色。然后那个 turquoise 啊，这是土耳其蓝啊，在台湾可能我不太懂什么叫土耳其蓝啊，它不是一个很亮啊，它有点像比青花瓷稍微又再暗沉一点点啊，不是太透明的。但是很多外国人他喜欢那种石头 turquoise， 然后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形容那是什么石头，啊，就说哦那个是土耳其蓝的那一带，啊，他们很会用这种颜色。好，那所以我们再来游戏时间，好，所以今天小朋友熟悉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带他们去，比如说去超市啊，生鲜，你会看到不同的蔬果，好，那你就可以请他们说，哎，这个是什么颜色？啊，所以你在挑选的时候，啊，你可以顺便问一下。好，那当然，如果你希望小朋友可以讲的完整一点，给你一个句子，你也可以说 apples are red， 啊，就是让他想办法把那个句子念出来。那或者说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也没有关系，至少念出来 what color， 啊，他就说 red 也可以。好，所以这边的话，那个参考句子是没有那么严格要求，啊，是提供你。啊，可以试着让他说的更完整一点点。啊，所以这是一个像市场或者超市都可以玩一玩的哈。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例子。好，比如说一样，我们在外面散步。啊，那你可以看外面有很多的颜色。啊，比如说就让小朋友自己去出题哈。如果小朋友念讲一个颜色，比如他讲 blue。啊，然后爸爸妈妈赶快周周看看有哪一个是 blue， 啊，指出来。啊，当然也可以轮流啊，当出题的人，也可以是爸爸妈妈出题，那小朋友去找出答案。好，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变化一下。好，啊，那当然下面也是要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个句子。好，啊，比如说如果你要简单一点 ，I see blue 也可以，我看到蓝色 ，I see 什么样的颜色？那，啊，如果说要更精确一点。把那个东西好名词也带进来，你可以说 I see a blue car， 我看到一个蓝色的车子。好，那在这里面会需要运用的智慧会比较多，所以我在这边提供的例子哈，因为我也知道今天来的同学来的小朋友可能有年纪小一点点的，没办法讲这么多，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程度还不错的，所以可以给他们一些高一点的挑战。那甚至于也可能有一些更高阶的哈，所以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啊，会句子稍微多一点点，或者游戏的部分会困难一点的哈，所以是尽量去从简单复杂到比较更复杂的哈，提供一些参考。好，那第三个啊，
假设今天可能我们在小朋友这个在彩绘啊画画，那你也可以让啊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呢，那你可以说哎，小妙，麻烦你把那个绿色的笔递给我，爸爸就可以说 please pass me the green one， please pass 啊，请你递给我绿色的那一支啊 ，the green one。好，所以小朋友的人他不需要整个句子都懂，他也知道听到 green 他会帮你去拿。好，那之所以好用这个例句，好，是因为我们除了教语言之外，除了教颜色之外，我们也去试着好让他去在这个怎么讲正式的一些社交场合的时候，他可以用的句子比较完整之外，也是能够有一些礼仪哈，因为他不需要说 please 请，好，然后呢，有些时候也不是说小朋友就直接去拿人家的东西或拿什么，你其实是可以请他递给你，啊，像我们有时候在餐桌上，有可能哦，请你把那个盐递给我，请你把什么东西递给我，那这句话其实你常用的时候，他也会听进去了。他也知道该这么做，好，所以这个 please pass me 什么东西，好，所以这是顺便好让大家在除了讲颜色之外，也去考虑一些情境里面会需要用的一些言辞。好，那下面在台湾可能还不见得会用得到，好，但是我相信在有一些比较怎么讲？有些这种补习班也好，那有可能他就会让同学玩一下这种东西哈。假设我们现在要替我们家族做一个家族的徽章，好，那你会看到右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家族的徽章和一个盾牌，啊，上面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好，那你就可以试着看看，哎，我们要选哪一个来代表我们家族？好，那日本当然它有它的家徽，可是日本比较没有用那么多颜色。那欧洲国家，因为它从中世纪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做这个家徽哈，所以如果哪一天你带小朋友去欧洲玩，也有可能啊，你让他去参加一个什么 DIY 的啊，那他可能就会有这个东西。那或者说你就算我们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出国也没有关系啊，有时候网络上也可以找到有这样的网站啊，免费的，他就让你去设计。啊，这些东西，然后你可以印出来的，啊，只是说那个大部分是英文的哈，但是父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下哈。那当然，这些家徽里面它每一个颜色啊都有它的一个意思，所以在传统上，当然不是一定了啊，但是传统上你会看到，啊，比如说金色代表什么？啊，金色代表很大方，很怎么讲 ？generosity， 很大方，会请客的哈，很。这方面，然后说他的思想上是非常高尚的，好，所以这是金色。然后呢，如果是银色或者是白色呢，代表和平，或者说你很诚恳，好，很坦白这种。好，然后如果说红色呢，好，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是个战士，好，那你当然很勇敢，啊，然后你可能是一个烈士。为国家牺牲啊，这一种的话，当然红色是很不错的选择。那蓝色呢 ？blue 啊，它就是代表真理，或者是你很忠诚啊，所以蓝色。那绿色代表希望，代表快乐啊。但是后面有个很奇怪，它是说在爱情上你很忠诚。哎，这跟我们戴绿帽子好像刚好相反，但是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说啊，也许是有它一个典故哈。然后再来，我们看到黑色，好，但是代表忧伤或者一个你很里外一致，好，然后紫色呢，啊，这个就蛮重要的，好，是怎么样，很皇家的那个身份尊贵，啊，然后代表你这个主权，啊，代表这个公义和公正，啊，那橘色的话是你有很大的应该是说雄心壮志。啊，那后面那个 maroon 比较有点桃红色，啊，它是指在打仗的时候你很有耐心，哎，它是这样说的哈。那当然这里面我说过哈，不是完全一定啊，但是说
可能有些颜色啊，在西方的定义是这样，但是在我们东方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其实也是一个认识颜色背后的一些文化。好，那所以说我们在讲到这些东西哈，我再回到刚刚讲我们出国的意思啊，或者是学这些东西，不是只看啊表面上的语言或用法，我们还是看看它背后有没有一些文化。是我们真的要去认识的。好，所以说其实颜色很多时候你会借用在会被借用到比如说政治方面啊，什么蓝绿斗争啊，对不对？然后什么宗教，你这个是白教还是红教还是黄教啊？然后社会啊，我们有不同的说法啊，这个黑衣人，什么是黑衣人啊？代表什么？或者习俗啊，比如说我们婚礼葬礼啊，那个颜色的意义。好，那当然重点还是说，当我们了解之后，当你到别的国家，其实这个颜色它可能会给你一些讯息，那我们怎么样去尊重他国的文化和避免一些歧视。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有的人啊，像我女儿的时候，他们的班服啊是用黑色的啊，不是都在台湾，那结果有些家长就不太开心，说哎，为什么用黑色，这不是黑衣人吗？然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要有这么深的那种成见啊？那后来我就发现，啊，比如说，有某个人他搭飞机，那刚好旁边坐的是一位中东的妇女。那你也知道，中东哈，那个男生是穿白色的白袍子，头上戴一个，那女生呢，全身黑的，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全身黑的，然后也蒙面，头上也包着。啊，然后那位朋友就告诉我，哇，你好可怕。坐在那个黑人的旁边，他觉得恐怖的不得了。后来心想，啊，那个又不是恐怖分子，然后那个是妈妈哎，他带着小朋友，那为什么有这么恐怖呢？好，所以说我们不要拿我们的成见去加诸在别人身上啊，那这样子我们才真的可以跨出去。好，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讲到婚礼，我们喜欢用什么颜色？可能大红色嘛，哈。那今天如果是去日本参加婚礼呢，可能就不是大红色哦。你会看到那个新娘穿的传统的那个和服的那种婚礼的服，一定是白色，而且越白越好，脸还擦得死白的，哈。然后男生呢，那个一定穿黑色的礼服，越黑越好，只有这两种颜色。可是这两种颜色放在台湾，我这是在什么场合会看到？葬礼，对，所以这个文化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万一你被邀请去参加，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颜色背后它的一些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小朋友要能够走出台湾，有的时候世界观的时候，那这些文化就要带到他们的学习里面。好，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哈，同样颜色，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和一些历史背景啊，比如说红色。好，那当然，尤其像我们看国旗，那一定会很明显的嘛。好，像国旗，可能青天白日满地红啊，那个红代表牺牲啊，代表血啊，所以大概很多的文化有雷同的，啊，那也不意外。好，那但是红，也许在别的场合它有另外一个意思了。好，比如说，那个人脸都红了，啊，那代表什么？代表他很不好意思。脸红，所以这一点倒是可能人的生理反应啊，这方面还蛮类似的，所以讲法大概也不太离谱啊。或者说我们在东方国家好了啊，就像刚刚讲的婚礼啊的那个红色代表吉利，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过年为什么要给红包？吉利呀，不可以给白包啊，这里也有颜色区分。那所以呢，这个就可能是外国人他不懂的。那有时候我们就可以讲一下，如果跟外国人接触的时候，哎，这个后面的东西就可以介绍出来哈。那小朋友当然理解之后，他也可以跟别人说清楚。好，那当然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是英文里面的 red tape。什么叫 red tape？如果你查字典，字面上红色的 tape 就是那个胶带。什么叫红色的胶带？好像讲不太通哈。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他是说，像以前，你要申请什么东西啦，
啊，那可能你要有一些公文送出去，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个红色的 tape 粘在上面，或者是绑在上面的。也就是说，这里面它其实在讲的是说，你会要经历很多行政程序上的层层关卡，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抽象延伸出来的意思。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学习到语文比较深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它的一些文化和一些典故。好，这个我说过哈，有些人可能不完全是适合我们现在在场的小朋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启发他们将来更深入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小小的讨论哈。那我今天要准备五本书哈，当然不会一次发完。好，所以我会挑一两个，好，然后看看有没有在场的人可以答得出来，就可以得到我的那本书。好，当然 apple 我们大家知道红色嘛。好，那 apple green 是哦，来，我们先送一个第一个，来。好 ，apple green 是什么颜色？苹果绿。苹果绿，好，所以苹果其实我们有青苹果，好，所以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应该就没错哈，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都可以注意到。好，那这个比较难一点点哈。Lemon 是什么颜色？哦，好多人的。好，等一下首先放下。我们请馆长帮我们挑一位来回答。首先放下，首先放下。好，我数到三，好的，馆长赶快帮我们挑一位，一二三。那个戴橘色口罩。橘色口罩的。绿色。绿色，哎呀，可惜没有答对。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保留下一题。好，那好，那我们再挑一位回答。好，我数到三吗？一二三。哪一位？那个手表，那个黑色手表，那个小女生。哦，黑色手表。好，那个我们就可能请，好，那为什么 lemon 是 yellow？ 好，这个我们就先等一下还有机会哈。好，所以为什么 lemon 是 yellow 呢？为什么不是 green 呢？好，所以台湾它的一个种植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柠檬是绿色或是莱姆或者什么东西，它基本上都还保持它青绿色。可是如果你看到，比如说你去好市多 Costco， 它进口的柠檬是什么颜色？黄色。好，所以在传统上，西方人他们所认定的 lemon 的颜色是黄色的，所以在很多的描述上哈 ，lemon， 他就会说 lemon 是黄色 ，lemon 是 red。好，那这个我就不再提供了哈，我就先让大家去想一下，紫罗兰是什么颜色？紫嘛。所以你以为是纸，结果呢？我没有送礼物哦，但是你可以回答。好，有没有人要跟我说？紫罗兰什么颜色？来那边。蓝色。蓝色，你看小朋友多厉害！好，真的是蓝色哦。好，那这边的话可能就不是小朋友很熟悉的哈。那什么叫 blue color？ blue color， 哦，这边有人知道。什么是 blue color？ 那个劳工。对，劳工阶级哈 ，color 是领子，好像衣服的领子。那 blue 蓝色，那为什么叫劳工阶级？叫 blue color。对，我们大家知道是蓝的，因为以前的工人服是蓝色，就像我们穿那个牛仔啊，牛仔布的那种，好像那是他们那个阶层啊。那白相对的白领阶级。当然不是做办公室的，所以像这些的话，它都有一些延伸的意思哈。好，再来 blueprint， 有没有人知道 blueprint？blueprint， 啊，前面是蓝嘛，后面 print 呢？印出来，所以印出来是蓝色的，那是什么东西？蓝晒图，所以有人说去台南喜欢去蓝晒图，哎，英文怎么说呢？啊，其实就是 blueprint。那 blueprint 它到底有什么隐身的意思？
其实就是有点我们说的蓝图。但是除了我们说这个建筑上他要做这个画这个图之外，其实他在后来引申的意思，我在规划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蓝图哈，那其实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好，那 Green Technology 是应该最近大家都 很注重的啊 ，Technology 我们说技术啦，啊，什么是 Green Technology？绿能和绿色的嘛，哈，环保的嘛，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环保公司，它的名称上都会用绿色或者跟绿色相关的。好，好，再看一个文化角落。好，这个很难哦，啊，所以要想想看，我刚给大家看的那个 PPT 里面，黄袍加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皇帝嘛，帝王穿上黄袍，他就变皇帝了。那如果在帝国，在罗马帝国的话，你这个皇帝要穿什么颜色？来 ，purple， 没错，因为它代表的是贵族，那所以说这个当你到罗马，或者说到欧洲皇室，你就会看到，你这个紫色不是随便穿的，它有些特别的，但是呢，这也很奇怪，紫色很尊贵。但是普通人不太喜欢，所以在很多的西方人来讲，紫色是一个怪怪的颜色，所以不是那么流行，特别是如果穿紫色的话，有的时候有另外一层含义哈。那当然我们现在讲求性别平等哈，那我就不强调哈，要对这个颜色要做什么样的处理，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尊贵的颜色，那以前是禁止一般老百姓去穿的。好，这个有一点点敏感哦。好，什么叫 blue movies？ 蓝色的电影，蓝色的电影。好，我们中文就不讲蓝色的电影，我们会说什么颜色的电影？好，黄色的电影。馆长有经验哦。好，开玩笑的。好，这个是我以前有傻傻的。因为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外国人，他就故意在我那个上考的 C 型课时问说 ，Do you like blue movies？ 他就故意问，你们喜欢蓝色的电影吗？啊，我说你是个傻傻啊，蓝色电影是什么电影？后来才知道哈，原来是那个电影。好，那为什么黑人牙膏不能叫黑人牙膏？歧视。歧视。那为什么黑会是歧视？牙齿白。好，所以就跟很多历史有关嘛，哈，因为我们看到哈，在美洲国家在开发的时候，当初用了很多的黑奴，所以黑代表低贱低下，好那个意思了，所以这个种族歧视。那所以说呢，这个牙膏它如果用这个名称，那是不是我们在歧视人家？好，甚至那个商标上面你看到一个黑人的脸。好，那在美国的话，这会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在台湾也是一样，不要随便拿种族开玩笑，所以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是属于我们文化competence 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黑人牙膏其实已经改掉名称，以前叫做 darky， 就是 dark 加上 i， darky， 那后来因为这个字太敏感了，所以它就变成叫 dolly。把一个音改掉叫 Dolly， 可是他那个黑人头哈还在上面，那现在是连这个都被去掉了哈，所以就在新闻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好，所以前面讲的主要是跟数字相关。好，那我可以讲下面了哈，因为我怕时间会耽误到。好，那下面我们就讲数字哈，数字其实也有蛮好玩的地方。好，所以同学大概或者小朋友大概知道。从一到十嘛 ,1,2,3,4,5,6,7,8,9,10, 那 0, 好，所以没有问题。好，所以其实小朋友大概有一些发音或者我们大人的发音，好，所以我们是用红的部分把它标出来。好，比如说那个 3, 好，所以有人会念成 3, 好，那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舌头来讲不太好念的哈。那其实这个有时候发音交给老师，但是我想基本上这些发音的东西我们老一辈可能在过去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
所以发的不是那么准。那比如说像 S 跟 B 的音，哦，比如说像，哦，我们以前有个笑话，比如说杨丽花今天如果要讲 fire， 她可能讲坏物，哦，那个坏物，哦，那个 f 的音哈，在闽南语里面不常用，所以通常发的不是很好。那这个音它其实会把上排的牙齿放在下的 five， 好，那个基本上我们不太用这些部位，好，所以说我们在跟小朋友练习的时候也没关系，小朋友在学校学得很好，请他回来教你，好，好，那当然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对这个，好，特别是在幼稚园的小朋友，这个。好，这种要两个指音念很快的，他大概掌握还没有很好，不过也不用担心，等到他的器官哈，发音器官比较成熟，他自然会发得出来。好，所以这是跟我们生理结构有一些关系。好，那基本上哈，我想这个没什么问题。好，那现在比较好玩的就是这个，好，我们通常在讲到数字哈，因为我们说一二三。这个是基本上大部分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面的跟中文不太一样，零当然一样，一二三四五，然后它六是这个样子，七八九，所以有些外国人他在教室里面教小朋友，他当然因为是英文，他会用英文的手势，好，所以这是请大家注意哦。好，那我们再看看，好，所以你就可以跟爸爸妈妈比赛一下，谁比数字，然后赶快说出来。好，那当然这里面其实不是外国人，他说的手势都一样，好，所以在美语系还是有人会这样表示三。但是也有可能他是用这种三，好，所以我刚好在网络上也是看到一个影片，也蛮好玩的。那他就是在讲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好，所以有些那个间谍哈要去套取情报，所以他就假装，比如说是德国人，好，那后面这个就德文也讲得很顺哦，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假的身份，讲的。让人几乎无懈可击，然后最后他就这个人就说啊，好吧，这样子吧，我们就请，因为是在一个酒吧里面，我们就请这个酒保再给我送那个三杯那个啤酒过来哈，他就举那个三，就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啊，这个一定是间谍，因为在德国他们是用这个三，而不是用这个三，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哈。不同的首次其实它也是语言里面的一部分。好，那当然一样，好，我们再回来，好，我们跟小朋友之间，好，那数字很好找，好，比如说你可能会开开号码，好，比如说9510，你可以单一的数字一个一个念，好，那也没有问题，好，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可以从单一的数字来念，那或者说你可能在月台上也可以看到第几月台，比如说我们出国，或者说你不出国，你到高雄机场看一看那个登机门是哪个登机门，因为可能哪一天真的我们要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那你就要请他说，哎，等一下我们是在23号登机门哦，不要记错哦，好，那就可能注意一下了哈。然后比如说我们车厢号码，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来学习的。好，那当然前面是11到10简单点，好，再来是11到20，好，那也是一样，有一些发音上比较不太容易发的，我也是把它标出来哈。比如说 twelve， 好，那个 tw，twelve， 好，有点像推的那个音，那你真的没办法念，说在我也不在乎哈，就是你用。注音符号其实也 OK 了哈，然后有些母音 thirteen 好，那个 好，就不是那个 I 的音了，好，所以这也是跟发音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 16 17 好，所以还是有一些 V 的音，好，那最后我们会看到底下有 hundred，
啊，所以就是比较长，两个音节 hundred 或者 thousand， 啊，所以后面虽然有一个 a 的音，可是因为它是不是在中音节，它就会被念的比较轻 thousand。好，所以就是我想一般来讲我们用到数字啊，常常会看到十一到二十已经绰绰有余了哈。那当然你有一张高铁票在手上，你会看到真的有好多数字可以练习啊，比如说你看看日期2020 2020 OK 啊，你要这样念，反正只是在练习数字，或者 2020也可以啊。好，那八月份啊，在就不能说 eight 啊，因为我们讲月份是另外一个讲法的。但是你练习数字就无所谓啊 ，eleven 啊，那是 eleventh， 后面有 th， 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先从简单的数字好，然后车次 1 4 1啊，一个一个念也没有关系，但是也有可能三位数字的时候你要猜了。比如说百位数 one， 那后面两位数 41， 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 2 24， 啊，所以这个都可以练习。好，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好，我们也可以再试着看看，在这张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时间，啊，那也可以练习，比如说我看这边票价。好，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在你等车的时候不妨就一个一个来练习一下，你看看小朋友有没有念对。好，所以在这边我们都说听，当然不见得是听别人说，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希望小朋友说一些，然后听父母听，或者父母说小朋友听。好，好，那第二个情境，好，我们在高铁站可能也会听到广播。好，那通常高铁站他先讲中文一遍，然后讲英文一遍，那我们不一口气要把所有的英文都听懂，但是至少那一遍里面他有提到数字，我们就 focus， 我们就集中在数字，所以你就听到哎，那个英文的数字是什么，那其实小朋友刚开始可能已听到中文了，那没有关系，他在听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到那个英文数字怎么出来。好，所以你可以请他听以后叫他念出来，那我们可以核对一下他是不是念的跟那个一样。好，那当然这个部分你也可以在那边坐久一点，因为他不会一直在重复同一班车，他可能随时这一班车念完等一下又下一班车，会有一些变化，但其实有变化也好啦，就不会那么无趣。所以这个是一些在学习上的一些弹性。好，那但是在机场也有可能它也会有类似的广播，所以哪一班次已经抵达了，还是哪一班次要怎样的，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去试着去看看里面的数字。好，那当然如果说数字你已经很熟了，那甚至于你就可以再延伸到别的部分，比如说你可能会注意到小朋友开始学到一些地点啦，那就可以这样子。好，那这个活动就比较难一点，通常会用在比较高阶的。好，比如说我们要让小朋友讲故事，然后他讲的这句话里面必须包含一个数字，那所以小朋友就会集中在那个数字，他会忘了他的剧情合不合理，没有关系，越不合理越好玩。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哎，他那个怎么讲，他的句子不是那么符合文法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重点是让他很自然的讲出来，所以他的句子讲得不好没关系。所以有时候这个部分真的不是在真的说学好学英文学得多好，而是说让他可以很流畅的去应用他学的东西，那只是借由数字，然后每一个人都要讲，比如我准备好1 2 3 4 5，那每一个人就要讲一个数字，好，就一二三，这个数字里面就有一个三，啊，它的数字叫一个四，啊，就是这样子轮下去。好，当然这个数这个讲法哈，就我们平常也玩过哈，就是说你也是一样哈，比如说在这个场合里面，比如说我看到几个口罩，好，然后我就要让大家去点，或者我去包含一个数字。那或者说我们可以玩支援前线的故事，好，但就是说如果小朋友很多的时候，
好，大家可以说分组。好，然后现在我要两根夹子，好，大家要赶快找两根夹子，大家就必须要把这个数字啊讲出来。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跟数字相关的游戏。好，那最后我想我们就来看好数字里面的文化角落有些什么东西。好，那这都是我们在上街啊或者逛百货公司可能会看到的。好，所以这些字呢跟它的字源哈有一点点关系。好，比如说我们看到好这个红色的 Uniqlo， 好那个优衣库，好，然后它跟英文的某个数字相关，好，跟什么数字相关？好，当然不是从日文来，而是从它的英文名字 Uniqlo， 好，那跟哪一个字很像？跟英文的 unique， 好 ，unique 是独一无二，好，所以跟一有关系。好，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下面脚踏车跟哪一个数字有关系 ？Bicycle。Bicycle 跟哪一个数字有关系？二。好，所以因为你看到有两个圈嘛，啊 ，cycle， 好，就是 bicycle 后半段 ，cycle 它是两轮的，所以那个 five 就是二的意思。好，然后下面右边的比较难一点喽。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大富翁，那你会看到中间就是这个名字，好，这个游戏叫做 Monopoly。但是它跟富翁中文这个字没有关系，好，它的意思是什么？等一下再说。好，在这里面，它这个字包含一个数字 ，mono 代表一，好，所以 monopoly 它意思说垄断，好，也就是说我们玩大富翁，你看要买越多地，把这块地区垄断，我就赚大钱了，我就是大富翁了，哈。所以它的游戏啊，其实是从这里来的。那不管是 uni 或者是 bicycle 的 bi， 或者是这个 mono 和 monaco 里面的 mono， 它其实都跟拉丁文啊、希腊文有关系。所以英文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外来语啊。那有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会还蛮有意思的哈。那这边我们就再继续哦。好，所以你会看到 triangle， 那 triangle 是什么？三角形，所以你会看到 T R I， 所以是 triangle。然后 quadrant， 所以你会看到右边有一个类似像坐标，有 quadrant one， quadrant two， quadrant three， quadrant four， 象限。好，所以那个 quadrant 代表什么？代表哪一个数字？四。四。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英文这种 title 它代表四了。好，再来看下面 Pentagon， 所以左下角有一个 Pentagon， 那什么地方你会看到这个东西？通常在美国啊，那个可能有时候记者会啊，有个穿军服的将军就出来讲啊，然后后面就是 Pentagon， 它就代表美国国防部。好，所以有的时候国防部他们不直接讲，他就会说 the Pentagon。那你可能会愣一下，哎 ，Pentagon 不是五角形吗？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国防部的 building 啊是盖成五角形的。好，那其实啊，这里面我说过有个数字。好，那大概六角形 hexagon。好，所以这个你会看到，这里面它的来源是希腊文，所以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其实希腊文通常会出现。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拉丁文在英文里面它可能会用在很多的学术语言，特别是跟医学相关。那跟数学相关的很多是来自于希腊文，或者有些生物的它也会来自希腊文。好，所以我们就会扩大我们的文化到不同的更传统，或者说更古典的一些文化里面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常用的一些字哈，比如说讲到月份哈 ，September 是几月？九月。October 十月。十月。November 十一月。十一月，好棒哦。December 十二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右手边哈，你就会看到拉丁文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拉丁文的一哈叫 Uniqlo， 那拉丁文的一叫 Unos。
和 uno 和跟 uni 和那个写的很像。那二呢，我们刚刚说 by 啊，但是这里面它不是用 by， 它用的是 do 啊，所以那个是 to 的意思。那三呢 ，tres 就像刚刚那个 t r i。那四呢 ，quattro 啊，是 q u a 什么的哈，就我们刚刚讲的线下啊象限那个哈。那 quinquet 啊，那是五。然后六 ，sex 我刚才讲六角形。那七呢 ，septem。那就是 September， 那为什么七会是九月？好，然后再看 Octo 是八啊，为什么是十月？好 ，November 九，那为什么是十一月？然后 Decade 十，那为什么是十二月？哎，这不很奇怪吗？好，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知道？好，所以这里面就有，有吗？有没有人？好，来。像他的 August， 就是那个罗马皇帝啊，他要把他的名字要加到月份里面去，所以本来七就这样变成九。对，好，非常好好，所以我们的父母哈，其实都有这些知识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好，所以这里面就不是说老师来教，其实你们都有这些，你们要对自己教小朋友其实要更有信心哈。那当然我们说过这些月份，那当然比如说到了六月我们叫 June 啊，所以那些月份其实基本上可能是罗马的一些神啊那些名字摆上去。那在罗马时期在那个皇帝哈权力很大。所以其中有一个叫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丰功伟业，他就觉得那我应该把我的名字当成月份，所以他说好吧，那我就排在这些神后面，所以他的名字 Julius 又是 July 的由来，所以他就变成七月，然后就当然那个其他月份叫挪后。那后来他继任后面继任的叫做屋大维，但是后来他登基之后他就改名字，他叫奥古斯都，所以就是 August， 所以就变成七月八月了。那所以后面的月份就跟着挪后，但是别忘了这里面如果有机会你们在学法文啊西班牙文甚至于德文，你就会看到这些数字，但是不要被英文的那个月份我们翻译成什么九十啊这种混淆哈。好，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一到十了，那一百的话叫 century， 好，所以我们看到 century 这个字， century 是一世纪嘛，一世纪多少年？一百年啊，所以就是一百啊。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cent， 它开头的哈，那会跟百相关。好，那再来 millennium。我们说是千禧之年，千年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看拉丁文，它就是 mille， 它就是那个一千的意思哈。然后所以下面要考大家，那是哪一年 ？MMXX。好，这题要送，还有几本？好，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猜得出来是哪一年？有没有人要试？猜猜看是哪一年？来，2020哪一位说的？哦，恭喜你，好，没错。好，所以罗马数字跟我们不太一样哈，所以那些这边我们会看到左边有那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后面像那个 I 啦，两个 I 啦，又三个 I， 又是 V 啦，又是 X 的哈，那个其实就像数字，好，所以罗马人他其实是用一些数字，但是罗马人数学不好很笨所以2000他那个 N 要写两次，好，然后20那个叉叉要写两次，好，所以他的数字会这样子下来，好，所以跟我们写那个2020的方式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有什么好玩？好，其实有的时候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物，好，或者说很多的公司，它可能说 since 1987，
好，从哪一年建立嘛？好，甚至1987。那你在欧洲国家做，有时候你就会在看到那个建筑上，特别是一些老建筑，哈，19世纪的，他也会写这种东西哦。但是他不是说，门牌号码，他可能是说这个大楼或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时间点，甚至有些教会，它是落成的时候，它上面也会有这些。所以刚开始你会觉得，哎，它是不是写什么密语啊？它不是，哎，它是写的数字，所以有时候也很好玩，就让小朋友去观察一下，那其实你会知道，哎，这后面原来有一些背景，那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在新闻上也强调的哈，22K 是多少？所以这边右边有一个表，好，那你会看到有一些我们还常听到什么 giga、mega、kilo， 好，然后这边有 deci、centi、milli、micro、nano、pico， 好，所以这些当然都是跟数字相关，所以你从中间好一个单位好是一，好，那在上面的话你会慢慢看到。好，所以我们这边会比如说讲到这个 kilo， 好，我们会简写为 k， 好 kilo， 比如说我们讲公斤 kilogram， 所以一个 gram 是一克嘛，那 kilogram 是千克，好，所以我们会写成 kg， 好，所以这个 k 就是千的意思，所以22k 呢就是22个千。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个数字大概是多少万，那个这样过来的。好，那我们再看到刚刚不是有讲到 quarter， 那个 QU 什么代表四，那到底 quarter 是多久？对，如果是我们是以一个小时来讲，一个 quarter 的四分之一是15分钟，可是如果是一季呢？一年呢，一年的四分之一就是一季，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看到有些公司的财务报表，他会说这一季这个 quarter， 好，所以这些的话又是可能比较是父母，我们会注意到这些。好，那甚至于到图书馆你会看到，哎，这个杂志它是季刊，它就叫 quarterly， 好，所以这个会跟数字相关的，好，所以下面没有写到，但是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点难哦。哎，我们还有书吗？还有一本啊，还有两本。好，我们这一本来试试看。好 ，Quitting， 好，就说可能这家小朋友爸爸妈妈给他叫阿坤，好，然后就找一个英文名字，跟坤很像的，就叫 Quitting。好，请问，如果是在欧洲国家，这 quitting 应该是家里面排行第几？有没有？一不是，来啊，老幺不是，这题很难哦，没有这么容易拿到哦。二也不是，一二都不是了，也不是老幺，还有呢？四也不是，来还有老大也不是，来。十也不是，十二也不是，三不是，还有呢？不是。有人猜到五了，没错。好，我们送后面那一位，我恭喜你。好，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些就说这个跟文化有关系了啊。就是说，其实就是外国他取名字，当然有时候也跟我们也很像啊，就什么九啊，他可能就什么五啊，他就可能第五，他就给他取名叫 Quitting 哈，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其实传统文化还是有点类似了。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很快的做一个结语哈，就说今天我们在跟小朋友在一起学习英文也好，其实大家放轻松哈，就说出去张开你的眼睛多看看，我们周遭其实也还是有蛮多的这种东西哈，材料素材可以学，好，然后放开胸襟，你也不要限定我今天是很严肃的一个课程，就跟小朋友一起学，让他教你。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在场小朋友其实都很厉害，
他也懂很多。那我们的家长其实也有很深的一些文化背景，有很深的能力可以帮助小朋友。好，那大家就一起学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亲子活动，其实我很高兴今天有很多家长也很关心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有问题，我想我也可以留下来一下哈。如果您有什么需要，那我也可以提供我所知道的。好，那就谢谢各位。好。